我觉得32吨可以试试看。有谁做不到吗？如果硬要32吨，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是可以的，偶尔可能不行。其实7月对我来说有点恐怖，因为真的是到演唱会前就是完全没有休息。我不是在去舞蹈教室的路上，要不然就是在舞蹈教室里面，要不然就是出国出外景。对，真的是对，蛮恐怖的。其实我自己是还蛮紧张的，因为可能就是外务比较多一点，所以说跟大家练舞的时间比较没有办法同时间凑上一起这样子，所以我自己要多多私下就是在把舞蹈的部分加强。好啊，去挑战啊！那就不参与就是了，不关我事。很好，我觉得32吨可以试试看。我要问一下其他团员，你个人呢？我个人一定应该是可以啦。可以是？有谁做不到吗？不好说。没有啦，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把那个演唱会的状态，其实真的都还维持得蛮好。如果硬要32吨，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是可以，都是可以做到的。对，偶尔可能不行，因为他就是常常都是很快就放弃啊，就是比较做不到。讲错了。他说对。有蛮突然的，因为我们那时候正在练团。然后突然间就是阿迪这样拍我，我说怎么了？然后往旁边一看，阿信就这样坐在旁边这样看着我们在练团，对对，默默的出现，因为他想要给我们加油打气这样，对，然后也就不小心让他开了直播这样。哎，我觉得他其实应该看得到我们最近真的是还蛮就是很频繁的就是在练习演唱会，对，我觉得除了加油打气之外，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演唱会的一些。譬如说 talking 啊，或者说一些内容的东西，他好像不怎么担心，但其实我们自己还蛮担心的。对，为什么担心 talking？ 不是因为毕竟有20多年没有一起开演唱会，那个讲话真的是我自己会怕，怕讲错话或者什么，就会干掉什么之类的。但好像大家觉得是不担心我。这个如果有机会，我当然也希望。对啊，就是之前就是我们去他们演唱会当嘉宾，如果这次有机会的话，当然也是希望他们可以来我们演唱会当我们的嘉宾这样。我觉得最近他可能会比较贴心的要帮我多准备一些补充品，比如说多吃一些水果，甚至他会多准备一些水果，或者是要我多吃一些 B 群啊，或者是因为他这也是看我觉得好像真的